第一次搭邮轮，太太满心期待，中午左右抵达基隆港，就已经大排长龙，满满的旅客和大大的太阳，戴帽子撑伞在烈日下站岗等待报到。长长的队伍从户外排到室内，到托运行李过海关领船卡到上船，大概花了3个小时左右。最后看到登船指示牌时，心中真的有点感动。迷之音有一种苦，叫做太太不觉得辛苦。3个小时，超久，又热又冷又饿。